好模糊啊。咪咪的，哎，我这一天没收拾。太丑啦！高志行怎么这么丑？我是不是卡了？我是不是卡了？我好像，可是我这边网速就，刚睡醒丑啊！等一下，我调一下网啊，好像。刚睡醒，关开那什么了。现在还糊吗？看不出来我不化妆是吗？啊，那还好。哎，我刚睡醒。你要看痘吗？我最近敷那个祛痘的面膜，就是挺那什么的。哎呀，没画口红，那我涂个口红啊。哎呀，我醒，四五点我一直都在床上躺着了。我舌头了，眼下眼影什么没画，看我的黑眼圈，看。超级好吃。我好累，我今天睡的真的好舒服。头一次，就是我头一次睡懒觉，就是近一个月，近两个月吧。
我头一次睡懒觉，吃饭了，我起来之后就订了饭。我现在还很困，就是睡不醒。我的腿就是感觉我已经麻木了。太累了，续啊！以后我都以后我每天每每周到明到12月份，哎呀妈，统考之后我都要集训呢。我妈妈就怕我把口红吃肚子里。直播睡觉，等我歇一会儿，起来化个妆，然后玩游戏，顺便录个抖音。我今天躺床上刷一个抖音，感觉自己把抖音都荒废了。眼袋，这不只是眼袋，还有黑眼圈。就这个地方他已经都出纹了，就已经擦护肤品都已经就是缓不回来了。吃完饭了，热敷吗？我本来是想去洗个泡个热水澡啦，然后或者是去做个按摩。一角希望，就我也不知道那个是怎么了，反正是，翻入了一个大叔的一个视频，然后就那么吓死我了。那天我还在房间里问我说怎么回事儿，就什么了，干嘛去啊？要走了，你要干嘛去啊？没有，就那一个视频，不是就那一个视频而已。怎么这么丑？我好黑呀！这个角度真的超级丑。等一下，什么？有个视频。按摩太累了，而且没有人陪我去。我残和黑眼圈的区别就是，这个怎么说？就黑眼圈是这一片，就是跟画了眼影似的，就是黑眼圈。这个地方就超级黑，然后卧蚕就是卧蚕就是这样的叫卧蚕，就是他们就下面有一点小鼓鼓的这种。不是跟眼袋还不是一个性质。就是这个，这叫卧蚕。知道了吗？哎，不行了。别截图啊，你能不能挑好看的时候截？我没吃三盒，因为我们昨天去出外物吃的是那个沙拉嘛，然后每个沙拉里面都有一个那个什么什么烤肠，然后老师有两盒没有人吃，然后老师就给我们了，然后我就分了。突然想放弃了解。
哎，我真的不想化妆了，哎，真的好累啊！还是这样吧，这样看不出来我黑。哎，我好懒呢，我一会儿就睡觉了。我都醒了好久了，看我的吃的全在放在一边。哎呀，我怎么那么想乐呢？我在床上躺一天了，我下午4点多吧才起来。谢谢巧克力，我4点才起来。就是，咦，我在房间里说话那一阵是我刚睡醒。没有，就是肌肉缩进，不是缩进肌肉了，就是也不算肌肉拉伤嘛，就是缩进真的很痛，就是老年人迈着矫健的步伐，而且我们以前上舞蹈课的时候，压完腿之后基本就是相互搀扶着就是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特困生，还在补作业。那你写完了吗？我吃完饭了。谢谢玫瑰花。起来一阵了，不是懒，是好久都没有跟我的床待这么长时间待在一起了。谁要截图？手机咋连连？你都洗完澡了？对，床拉着我，非要拉着我。我现在还可爱，我现在多邋遢。哦，被床封印了。你们是不是现在要把手机竖着放一下？我不是素颜吗？我刚起床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你看。对呀，我好热吗？因为我太懒了。唱素颜，素颜怎么唱？谢谢一飘。看我这边脸的痘痘都已经消下去很多了，就剩痘印了。看，
看我的黑眼圈是不是超级严重？路演，我们上回开会就说了这个事儿，本来我也想去参加了，可是它是周一吧，我们放假的时间，然后可是我只有就是周一有假期，而且我还不敢保证我周一的时候我指定会有时间去，要不然我也要去了。我没感冒啊。我就是熬夜和那什么的痘痘没关系的，不用治。我今天一起来的时候，就是在4点钟起来的时候，都给我自己吓到了。什么叫没有了呗？成哥去陪那个什么，陪赵天然去了。睡出来鼻，我现在舌头这个爆泡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舌头上有一个泡，它现在阻挡我说话，你知道吗？每周都有吧，就是，舌头上有个泡，没下去。我不是三七生，我不是三七生，我是沈阳的一七生，好吗？一七生，我是沈阳的一期生，好吗？我是东北的，我看起来比，谁说的？我看看谁说的？我怎么看起来比三七生小？谁说的？我看看。我小仙儿。一期生不但变老了，而且还变得没有用了。怎么不会的呢？就是，可能是沈阳，就是我们队的。小鲜肉的质量高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，自从后辈们来了之后，一期生毫无存在感。既不中看，也不中用。怪我了。我真的好困啊！我是。腰酸背痛，腿也痛。光中看有啥用啊？我没说 S 的后背差呀，我只是说一期后几期啊。存在心里
谁是高中生？而且我在说我在我们团的时候，我也没有，我也不是 S 队的。我是高中生啊，对呀，我天天倒计时，有的时候就忘。对，今年该考高考。没办法呀，压力最大的一年，所有的事都压在今年了。不是高中生，就是我正常按理来说应该上大学，又读了一年。离三岁白净。什么叫我又给自己说小了好几岁？我也没说我小啊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小了？表情包。你给我瞅瞅，你发超话里面让我瞅瞅都有啥表情包。没办法呀，虎。我说的是高考，谁说中考了？你猜？还是我拉黑？看镜头不笑，难道还哭吗？什么？不给丑得给钱？不是，那照的话不就是为了返图吗？为什么还要给钱？你要勒索小偶像吗？又有马赛克了！哦天呐，这个事情，一直笑，你也在？你怎么也在床上躺着？谁说我傻？我不是傻子，不是啊，我笑，就是笑，怎么了？没钱。要点就要点呗，钱不钱都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那我要是给你们拍返图，是不是你们也得给我钱？是吧？那下回我就上那个楼上二楼看公演的时候，我就拍下来。是不是？那你说不给丑，喊9张。哦，那我傻，这不叫痴汉笑，这叫甜美的笑。倒射9公克，好逗，好逗。看不见，我是还想，
我估计以我的照相水平，也就能照出来崩图了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都好久没有发微博了，就是照片的。哎，最近好像又有活动哎。我常发抖音，催一个微博，不是我不照，你知道吗？主要是我之前我要是去上课，手机就没收，我得发高质量的微博，你知道吗？憋屎好久没有，我每天都发什么？你是不会承认，因为存积太多懒得烦了。那请问我去年的烦图什么时候能烦一下？自黑崩图，微博来一组，准备截图了啊！3、2、1，你们看，你们在这看看今天能不能截出来以前没发出来的九宫格。哎呦，对呀、啊，周五最近加了场公演，崩图，哈哈哈，哈哈哈，那请反一下5月份的图，谢谢。太糊了吗？那怎么办？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。什么赶不上了？对，我好累的，我现在随时随地都能睡着。看我瞪你。直播睡觉？不不不，万一我一累的时候就容易打呼噜，万一我知道打呼噜被录下来了。什么的？7月1公演我在呀，啊不是周五那天的公演吗？这周的特殊公演没有我。什么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更像一年，哈哈哈哈！周日有，我刚起了，乱七八糟的，顶多就是变强鬼鸡腿什么的。我做梦梦见跟粉丝打架，你知道吗？谁老傻笑了？是不是就你带头说我傻笑了，他们就都说我傻笑了？哎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哦。又糊了，天哪！那我们还是去玩狼人杀吧，然后我去化个妆，好吧。
好的，好的，我去开游戏。炸毛了。哼哼，啊，一会儿老师杀剑吧，拜拜。炸毛好看，哎，我的形象全没了。我怎么了？我怎么过分了？我又怎么了？没事，我们一会儿狼人杀还会见的，我不走。守到我，哟呵。拜拜拜拜，过分的你啊！朋友再见啊！朋友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，一会儿见了，拜拜。